我们来到大红花的房间，来看一下 surprise。哇 ，amazing！ 光线跑出来了，自动的开关。哇，就在这边。自动的开关。然后来看一下大红花，Lexix。然后呢，可以看到这边大红花的标志。哇，一个人住哎，一个人住两大床 ，surprise 吧？客人领队的房间都是一模一样的，这是第一个。然后你看这电视墙，真的是 amazing， 这是我的行李，旅行遇见新址，幸福新世界，哇，这 surprise 哦，电视还真大。然后第二个惊喜，三大惊喜，第二个惊喜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我们的洗手间，然后呢，户内是第二洗手间，然后可以看一下这里面的，这全部都是可以带走的，购物袋。衣袋，不尝试。哇，这个是浴袍、雨伞、体重器、鞋子，你都可以带走。这不应之间，你看底下，哇，底下就是海水哎，要可以看到鱼哦，哇，就在你正前方，可以这样 walki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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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alking， 哇，接下来看一下这边是洗手间，然后这个是。Total 的自动的马水的部分通水马桶，这是这次的男主角，哇，这次的旅行遇见新自己，幸福新世界，幸福马来西亚之旅，我叫 Steven， 大家好，有空来欢迎找我来带团旅行见幸福新自。第三个 surprise， 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呢，可以看到灯光，哇，然后呢这边还有电动的。第三个 surprise， 来请看，这是我们这次的游泳池，哇，脚边的部分，哇哇，大红花就是这么 surprise，我看过去就是大海了，正前方就是马六甲海峡，哇，真的是可以用的哦，你看这是我的房间，然后呢这是我的三温暖的部分，哇，晚上可以再过来，这个是一晚高达要6000块，也是重头戏的重头戏，是不是真的可以游泳了，来看一下，哇，游泳池，哇，游泳玩水了，好棒好棒，很悠闲很幽静的一个晚上就会在这边度过，旅行遇见新自己，幸福新世界。最后呢，我们再回味一下，就是户外的游泳池，室内的洗手间，然后就是我们的玻璃门的房间，这么大的堂，哇，真的是太 amazing 了。好，拜拜，我会有个愉快的夜晚。